丧尸片的套路，开往废土世界的列车上，主角带着女儿找妈妈，车上出现感染者，咬了乘务员，病毒迅速在列车扩散，主角带着女儿躲避，关键时刻配角因为辅助主角而领盒饭下线，主角抱着女儿东躲西藏躲避感染者，安全车厢乘客为了自保拒绝主角进入，即使有主角光环加持，击退感染者后还是意外受伤，为了女儿跳车领盒饭。如果人类可以使用感染者的力量，用魔法打败魔法，在废土世界进行反套路，那么情况将会是从感染者身上汲取异变之力，用异变试剂将武器改造成异变武器，遇到包子属性感染者，燃烧属性一记火刀瞬间爆炸，碰到椒盐属性感染者切换冰属性试剂冻住感染者敲成碎片，一系列反套路操作后，最终主角救下了所有人，主角再将技能交给其他人，从此人类掌握核心技术，利用异变感染者的力量制作异变武器，12月2日来明日之后领取异变武器，抢先感受一下快乐。